家好，我是国立交通大学郭浩中教授，来自光电系。那我们呢最近呢有非常荣幸呢有机会呢可以跟台硕集团呢合作 UVC 相关的一些这个实验。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UV 其实是有分了好几个波段，叫做 UVA、UVB、UVC。好， UVA 的产品呢，它的波长呢是从大于320nm到400nm啊，这段这个是 UVA 的产品。那 UVB 呢是对皮肤病有效果的啊，叫做280到320nm，叫 UVB。那真的有效杀菌呢，一定要低于280nm啊，280nm这一块呢，才对 COVID-19 或者是一些像小绿球藻这些有杀菌的效果。这次很荣幸呢，有机会呢跟台硕集团还有呢 TSI 加入这个水循环杀菌系统呢，我们全名呢叫做 UVC LED 的水杀菌系统。这系统呢就会让我们的机器呢里面的循环水呢没有这种绿藻，好，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机器的那个散热能力可以更好，而且呢它的生命周期呢可以更长。大家好，我叫张学勤，我现在是负责一个叫富基精准农业科技的一个公司。那台湾在农业科技里面是一个非常 domain knowledge 非常扎实的一个区域跟国家，就像侏罗纪公园在谈的生命都要找到它的出路，所以活的我们几乎在处理过程里面是可以完全灭活杀灭它，可是很多的处理条件里面它会变成芽孢保护自己，那其他的设施设备的时候对芽孢菌是非常难去灭活它的，那 UVC 是连芽孢菌都有机会把它阻断它的繁殖的能力。那这一块的话在食品安全跟农业生产上面就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技术。我们希望未来的农业是走到预防医学，那预防医学就要给它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那预防的条件里面就是一个是生命本身不管是动物植物它自己有抗体来抵抗疾病，另外一个就是阻断可能产生疾病的病源。那 UVC 这一段处理过的水其实就已经在做预防性的疾病的阻断上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农场生产然后到食品加工一直到我们餐桌就食之前，食品安全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平台技术跟环节，这部分都是未来 UVC 在富基装这样的设备里面可以提供我们很好的条件。大家好，我是光电科技供应协进会林继达。那接下来其实 LED 的一个取代性的一个爆发的市场其实就是 UVC LED 的部分。我们过去在一些应用方面的话有包括像杀菌啊或医疗方面的，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是在净水的部分，就是说它可以跟传统的那个 UV 的汞灯来比的话，它的体积更小，而且它可以利用快速接头的部分直接在这个水管的接头做一个外接式的一个安装，也避免了直接在那个设备上面做一个变更设计，让整个一个净水的成本能够下降。我们是一家芬兰 ALD 半导体镀膜设备商，公司名称是 Picosa， 叫中佩泰。那今天这个 UVC LED 紫外线杀菌的净水系统，那我们公司很开心能够参与这个由交通大学、台湾半导体中心还有台硕集团的一个很重要的合作计划。那这个系统大家都知道说半导体设备要让它维持稳定，其中的冷却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都以为冷却系统只要降低水中的杂质就可以让冷却系统的效能维持得很好，不过大家都忘记一个点，水中是会产生一些杂质跟一些细菌的部分，所以如果能够加装这个所谓的 UVC LED 的杀菌系统，能够让我们水中的杂质跟菌类的滋生是越来越低，那这样就可以维持我们设备的散热的稳定性，那可以让我们设备整个效能提升，稳定性增长，还有让我们的寿命能够增加。大家好，我是富基装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处处长邱少伟。我们公司的一个的核心产品是 UVC LED， 也就是七波段的一个紫外线发光二极体。
那基本上这一套设备的话，有多大的一个除菌率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数值来了解，就是大肠杆菌的一个的除菌的一个的数值。那基本上的话，大肠杆菌的话，如果吸收10 mg/cm³ 的一个的因为那个紫外线剂量，它的一个除菌的一个效果可以达到99.99%以上的一个除菌效果。那我们的一个这一套系统，它本身的话每一滴水，从我们的一套系统从流入到流出，它本身的话是会吸收有30 mg/cm³ 的一个的那个紫外线剂量。我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水产养殖系李孟洲，我主要研究的就是微藻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以及它后续可能的利用。那这次我们利用 UVC LED 来进行实验的时候，我们发现 UVC LED 的照射对于小球藻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的情形。那多照射几次呢？照射一次 UV， 照射两次 UVC， 跟照射三次 UVC 的结果呢？实际上在第一次照射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小球藻有明显被抑制成长的情形，不需要前面就使用了很多次的照射。大家好，我是元丰精密的李一峰，我们是一家专业的半导体设备厂商。冷却水的循环上面常会遇到这个球藻或者是绿藻的增生问题，那如果这些球藻或者这些绿藻它增生在这个管壁里面，可能会造成这些散热的问题而影响设备的品质。这一次非常开心能够看到我们这边有台湾还有芬兰还有日本的技术的结合，那大家一起投入来做这个研究，能够让整个设备的产业的一些效能还有寿命能够更加的增长，把这个 UVC 的这个技术能够发扬光大。